川青人服饰至今有近630多年的历史，以其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巧妙构思和独具特色的制作技艺，成为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中一朵鲜明的奇葩。在黔南、黔西南、黔西北土地上摇曳生姿。由于古代贵州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，每一户川青人家均有自己的麻园栽种种麻，每一位川青妇女都是纺纱织布的能手，拥有自己的染缸，能将自制的白色麻布染成素洁的青麻布，并裁剪缝制成独特的服装式样，在上面绣以本族群特有的反云钩花边。这些精美的服饰中蕴含了别具一格的川青文化。由于服饰以青色为主，故自称为青族或川青族，其含义就是穿青色衣服的人。解放前，由于地方军阀杨森强令贵州各少数民族改装易服，加上川青老年妇女死后要穿上老服饰才入殓，生前所有服装在祭奠完毕后全部要焚毁等原因，导致今天川青传统服装款式濒临失传的境地。所以现在保护好川青服饰传统技艺的工作已迫在眉睫。川青人服饰传统技艺主要体现在纺织、印染、刺绣、制衣、制鞋等方面。服饰通常以5至6件为一套，涵盖了头帕、上衣、封腰、围腰、裤子、裙子等，穿着于人体7个部位。服饰上节在腰以上，通常为青色，下节在小腿以下用白布镶边，故有两节衣之称。青色衣角用宽约1寸的白布镶边，衣襟处镶有2寸宽的精美云钩花边，其中衣袖裁剪缝制最为复杂，在主袖之外还添加2层活动的套袖，主袖及套袖的袖口均绣有精美绝伦的云钩花边，衣袖袖口对折宽约1尺，共绣有4道或4道以上花边，用青布做一道与袖口同宽的袖折，袖内另有1个小袖，也绣上5尺长的云钩状的精美花边。越往外套衣袖越短，袖口越大，如此一层套一层，宛若古代武士的护肩盔甲，故称为3节2袖。川青人的绣花主要由挑针、平针、角针等组成，多以云钩花纹构成虫鱼、花卉、飞鸟等精美绣边图案，最为常见的是祥和鸽子花纹。川青妇女通常都是在农闲时节做绣花，所以制作一套衣服专门是绣花都得花上半年时间。在川青人的服饰中，妇女服饰最具有该族群的鲜明特色。川青妇女梳3把头，戴大钩耳环，穿大袖滚花青衣及3节袖2节衣，拴大腰带，系青色围腰，着青色长裙或裤，喜穿云钩反鼻绣花鞋。川青妇女会根据出席场合的不同增减袖子的层数，但未婚姑娘则迥然不同，仅为2节，衣领是活动的，穿时根据活动场所的需要进行改装，通常是2层或3层，
每一层领口均绣有五六颜色的云钩花边，由一寸白布包边，穿时翻二留一或全翻于肩上，故有反托肩或外托肩之称。保护性的挖掘梳理川青人服饰文化，还原川青人传统服饰的制作工艺，有针对性地开发一系列衍生产品，并有效地进行传承和发扬，将会对川青服饰产生具有深远的影响。